2019第三届老舍戏剧节国际单元重磅剧目马其顿比托拉国家剧院作品《孩子梦》将于1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。该剧取材于圣路易斯号难民船事件，由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灵魂人物、以色列的良心剧作家汉诺赫·列文创作，以色列年轻新锐导演伊泰·德荣执导，讲述了一个母亲带着孩子逃避战乱的求生之路，观众可从中窥知战争的毁灭和无情，感受人性的残忍与卑微。Ти не сакал повеќе ребра.